一直给人家就是阳光正能量的可爱男孩，到后面的时候会觉得他是一个思想上特别成熟，然后特别懂事的一个男生。浓浓很喜欢点很多东西，可是又不吃，然后最后只好让我吃下去。据我所知，我觉得他不太会聊，可是呢，他很认真做的事情的那个态度呢，特别吸引女生。我觉得，我觉得都要越来越好。我觉得会很期待小他两岁的弟弟有长进，赶紧成年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9% 有长进，现在在这里祝陈立农生日快乐，农生日快乐。